锦绣可将堂阁主救出？迟之事，现在就你我二人。话，我也便挑明了和你说。其他不论，那将武能助我宗门除去厉尘岚，你当真不动心？秦千贤碍事已久，先是阻拦金仙苏醒。 金仙苏醒之后，圣主身亡，金仙消逝，这些事也有他秦千贤一杯羹。如此之人，杀了便是。若你真的让江武收到做到，我池天明也愿即薄礼。我会让他做到的。秦千贤死了之后。 厉尘岚一定会死。那雄天那方，这个你放心，我自会与他去说。你去千尘阁当日，我会派弟子跟随你。不过锦绣，若此事未成，你这名声可就算是扫地了。不会不成。 林子玉求见，带他进来。是。现在，你们能尽快想办法解决了吗？停下来，停下来，都给我停下来！今天开始，你们通通给我专心研制至尊版空空丸的解药，赶紧的，快快快！愣着干嘛呢？你心狠手辣起来，也不比我差吗？ 不过凭什么你钱比我多呀？阿姐，可能他做的事儿比你多吧？走吧。嗯。啊，你怎么那么多钱啊？不公平。哎。哎，莫青，你是怎么找到弃纸地的？你没有经历生死，是因为九天硕？ 之后我还得炸三次，下次我再不见了，你就乖乖等我回来，别在折腾自己了，我心疼。赵勇，嗯，以前也有人让我等他，可他一直没有回来，我怕你也不会回来了。别怕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 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，我保证，我也一定不会让自己出事。所以，小丑八怪，你也一定要心疼一下你自己。赵瑶，赵瑶，你喊什么喊？ 我说你天怎么没找到你呢？原来你是有了新欢了。你别忘了，我儿子的婚约还没解除呢。婚约？我以后跟你解释。哎，走，你别走啊！娘，你把他给我退了！快，你放手！娘，你放手！走啊！娘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什么娘啊？你这个傻儿子，你给我，你这个傻儿子，都是你。哎，那个啥，我是可以解释的。 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。行，没错，成亲是真的，不是吧？罪不至死吧？哎哎，成亲，我完全可以解释的。当初陆明轩苏醒，我岂能坐视不理？可是我力量薄弱，不得不借助空空丸的力量。可这空空丸的价格简直离谱，所以我就想找人帮我买。 可是那个地方只有亲缘关系的人才能互相帮忙买东西，所以我把自己卖了。没有，啊，好，算是卖了一半。不过我保证，我跟他只是有名无实。待我将欠他的银两还清之后，便断了这夫妻关系。夫妻关系。
你很生气啊？怎么样才能让你在七指地富可敌国？做好事。门主令。即日起，凡我万路门弟子，放下手中一切事物，以仙门主陆昭瑶的名号去做好事，务必贯彻为百姓谋福祉，救百姓急，解百姓忧。北山弟子则为名叫曹宁的男子行善事，不得有误。是，门主。是，门主。会长，你为何如此淡定？淡定吗？门主的心思其实常人可以揣摩，我都已经习惯了。门主怎么说，咱们怎么做就是。那这好事儿该如何做？走，咱们请教一下芷燕姑娘去。做好事的方式呢，主要分两种，一种是惩恶，另一种是扬善。哦，快记下，快记下。那惩恶呢，就是。当遇到有人恃强凌弱，还有坑蒙拐骗的时候，就要惩罚他们，还有教训他们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打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扬善。至于扬善呢，方式就更多了，比如你们可以给农民伯伯种种地啊。还有捐衣服给乞丐们。哦，大爷，谢谢。是。还有就是，可以解决纠纷呢。你说我什么呢啊？我说的就是你这个泼妇！你说的就是你！你好意思说你？哎呀，这杨善可真难呀！是啊，是啊，太对了。看来我们还是比较适合惩恶。是啊，是啊。还有，哦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当你们做完好事之后，一定要告诉他们说，我是为陈继山、陆昭瑶做的好事。哦，芷燕姑娘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对，是吧？来来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阁主，你怎么来陈继山了？阁主打算何日返回前尘阁？有何要事？倒也没有，只是宗门里闲言碎语，说阁主乃宗门之主，怎么能待在这万路门？不要去理会，待我办完事情之后，我自会回去。宗门里还说，阁主对陆昭瑶有招募之情。阁主，纵使您不介怀，但如今宗门已不同往日，其余门派早视千尘阁有叛离宗门之责，怕只怕有心怀叵测之人趁火打劫，奈于千尘阁无疑是雪上加霜，弟子恳请阁主早日回去。好，短则十日，长则半月，我自会回去。是。秦千贤和陆昭瑶的事，江湖上已经传遍了。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哼，
这还远远不够呢。我要毁掉秦千贤，也要毁掉他的千尘阁。我答应你对付秦千贤，可没说要对付其他人。这么说你是不同意了？我虽不喜欢秦千贤已久，但对他师父紫丹仙人也算敬重。千尘阁百年根基，断不能动。我就动他百年根基了，你又拿我如何呀？威胁我？上了我的船，还有回头路吗？锦绣公子，你在宗门这么多年，前有剑心门和千尘阁，后有凤山执事池天明和那个莽夫熊天。虽然他们名望没你高，但是他们和洛明轩关系紧密，也一直骑在你头上吧。而现如今洛明轩已死，剑心门被毁，挡在你前面的只有千尘阁。你真的不想毁掉他吗？可是千尘阁的弟子无辜啊。我说了，我要秦千贤失去所有，千尘阁的弟子我交给你处置。你待如何对付秦千贤？我要你召开宗门大会，说服其余门派共讨秦千贤。只要千尘阁一易主，我再助你一臂之力，这宗门的天下就是你天玄门说的算了。你要考虑清楚哦。金仙的身体果然厉害，受了那么重的外伤，现在倒也好得差不多了。江门主医术高明。岂敢，如果在下真的是医术高明，也不会让金仙受封印之气困扰。师父，锦绣公子传来信件。下去吧。是。什么事让江门主如此忧虑啊？没什么大事，这锦绣公子向来爱美，这是来向我讨教养颜之术的。这么多年了，锦绣这爱美的性子倒是一直不变。是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时间过得可真快啊。江家的事我听你父亲说过，天地无终极，人命若朝霞。与天地相比，我们谁的生命不是转瞬即逝呢？这宗门大会，怎么也轮不到锦绣公子这种跳梁小丑来主持。那我这就转告锦绣公子，说门主您有事无法按时赴约。慢着，转告于他，我会准时赴约。我倒要看看他能说出什么玩意儿。六位门主，为何还有两位没来？江门主说身体不适，所以没来赴约。江河年近三十，是活不了几日了。关羽楼的楼主以不在阁中为由，婉拒了凤山之约。
下去吧。是。行了，便不等他们了。锦绣，这般着急招我等前来，究竟所谓何事？想必大家都明白，秦千贤先前在开宗门大会时被万路门东山主所救，凤山大战后又赖在万路门不曾回来，身为宗门之主自诩出尘，却与万路门勾连，助纣为虐，岂可放过？哼哼，锦绣，你这话对有夸大其词之嫌。夸大其词？宗门里谁人不知道你妒忌秦阁主已久？江湖盛传陆昭瑶与秦千贤的事关系微妙，无人不知，难道要等他们做出苟且之事，误我宗门诸派清誉，各位才肯正视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攻打千尘阁，推举新阁主，将秦千贤从宗门除名。锦绣，你怎有如此想法？为何不可？区区一个秦千贤，难道抵得上我宗门千百年的声誉吗？荒唐！切莫说此事未有定论，就算秦阁主有所失据，那也应当在他在场的时候再议此事。今日这会，我看不开也罢。锦绣，江武。谈了半天都谈不妥，你行不行啊？我就问你们一句话，想不想干掉万路门？只要让秦千贤一无所有，我帮你们干掉李陈兰，多公平啊！这是我们宗门的事，与你何干？你就是唐韵吧？脾气挺硬啊。江武，别动，将手放下。锦绣，锦绣，可千万别为一个女人坏了我的大事儿啊！这个女人，我先替你照看几日。锦绣，千尘阁之事，还是等你救回唐阁主再说吧。我虚宗门门主都难活过三十，却不知缘由。千年前我们家族第一位族长为了抢夺天城力量，杀害了许多无辜之人，虽夺得力量，却受到天地的诅咒，永生永世不享长寿之福。我们的血脉中蕴藏着强大的力量，到了三十岁，力量会到达顶峰。但是，这种力量并不是任何凡胎肉体可以承受的。这也是为何历代虚宗门门主活不过三十岁的原因。但是，这种力量不会消失，它会随着血脉传承下去。就这样，如同承载力量的器具般，到了我这里，也到了你那里。父亲，那你和我也……莫怕，先祖们一直在研究破解之法，而我也有些小成。寒光是我这么多年见过天赋最高的弟子，以后让他同你一起研究破解之法，若成功，或有转机。而你则要尽快控制自己的力量。
且需记牢，千万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我们虚宗门有此力量，以免引来杀戮。父亲，也许我们一直在等的转机就要到了。门主，下去吧。是。万没想到是万路门的林卫长，你来我宗门有何贵干？我已经不是暗罗卫卫长了。那你来找我做什么？做个交易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交易？我知道万路门的一切弱点，你说我有没有资格？那你又凭什么让我相信你？全天下人都知道我林子玉反了万路门，在逍遥客中我也再没其他的退路。我想持执事应该明白一个道理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好，林姑娘之前明珠暗投，如今愿意加入我宗门，那是再好不过。刚才林姑娘说的那交易，不知求的是什么？只求陆昭瑶一死。闻到了味道，来，这是给你的糕点。谢谢。嗯，嗯，你要无聊的话，你也可以看看。这些花花草草画得好漂亮啊。宗师之力，引上古神器的力量。老板，我来查账。查查查，你天天查能多几个铜板啊？你陆昭瑶还能一夜暴富不成？哼，看吧。哇，这么多，都是我的。这姑娘真是生财有道啊。姑娘，之前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还请您多担待。以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哎，姑娘，想不想在我这七指地做一番大事业啊，成为我们钱铺的至尊客户？
至尊客户能干嘛？至尊客户，朝阳，灯啊，先忙要紧事。哦，好，我马上找曹宁写绿书去。先去一趟空空铺。好。哎，不是，至尊客户，哎，考虑一下至尊客户。哎，阿姐，姐夫，二位主顾好啊。空空丸的解药研究出来了吗？哎呦，二位有所不知啊，我倾尽整个店铺之力，没日没夜的研究。这至尊版空空丸，因为提供了一时力量的爆发，使用后就会吸取同等的能量，只要能找到巨大的能量补充，就能解决炸裂的问题了。所以空空丸的解药研究出来了吗？解药嘛，还需要些时间。再给我一颗。嗯，不给，不给，不给。放心，不是给你用的。子悠。你又买一颗空空丸干什么？拿回去做纪念啊。拿给阿荣看看，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。嗯。小狐狸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这个害人的狐狸精，我看你想往哪儿跑！我正找你们呢，我钱给你们还上了吧？快把你儿子找来，把绿书写了。把我儿子找回来，我儿子上天了。你还写什么绿书啊？你把我儿子还给我、啊哎！什么叫上天了？上天又是什么制度啊？你儿子上天关我什么事啊？我怎么还你啊？就是因为你做的那些好事，给我儿子做了这么多的好事，攀上了功德。我儿子上天了，回不来了。给你们这些功德高的人做好事，还能让你们上天啊？你们七指弟这规矩一开始也没人跟我说。我眼巴巴看着我儿子上天了，我眼睁睁看着我儿子飞走了，消失。我儿子，我的儿子啊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，你回来呀！妈妈想你啊！啊，绿书不写了？你现在已经是遗孀了，找谁解决？我为了两颗空空丸，得了一个寡妇的名号。别提了。哎，先去司马荣那儿避避。还我儿子！咱们俩现在啊，都用不了顺行术了，只能抄近路了。山雨欲来风满楼，这天下怕是要不太平了。阿荣，又有人从树里走出来了。阿荣，陈岚。这就是至尊空空丸啊。嗯，就是他坑了我。七指弟那帮人不靠谱，只说解决之法在于力量的补充，可如何补充却一问三不知。阿荣，你帮我瞧瞧，看能否找到解决之法。嗯，放心，我自当尽力。嗯。一天都没吃东西了。小圆脸，你这有没有东西啥？啊，月珠，你去带赵瑶寻些吃的吧。嗯，走。林子玉已经投奔了池天明，你可确定？我派去的探子进折损在那儿，再无音讯。林子玉熟悉万龙门，定会发现是你追查的。如此，江州城已不安全。不如，你带上月珠一起
同我回万路门。可我舍不得院子里那株海棠啊，当年月珠就是在海棠树下闭的眼，我来不及将它带回，只拿了海棠树的种子。如今这院子里这株海棠是我与它唯一的联系了。是阿荣画的我，只是为什么耳朵不一样啊？这你得问司马荣了。招摇，嗯，该走了。嗯，小圆脸，回头见。